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四位即将毕业的新生，给我们学校带来了有史以来最震撼的一场比赛。校长要休息一下，给他们拿点水、毛巾、香蕉。香蕉是补充体力最快的东西。 直到最后10秒，仍然没有放弃。看这四个搬砖的小伙子，每个人身上披着一条毛巾。工资什么时候结？我这个工头还没拿到工资呢。四个年轻人，给我们展示了非常优秀的一种品格，就是坚韧，而且最重要的，对队友的照顾。 就算他们是在一个比赛中的对手，但是相互之间他们还会根据彼此的速度，中间有一段配合的啊，跟拉丁舞一样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配合的非常好，所以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，很了不起。谢谢谢谢。